想进入金融战场尝试投资，却没有头绪吗？想知道如何避免资讯落差造成的伤害吗？我是齐天资讯的负责人韦仁，同时也是谘商所的特聘讲师，韦鼓励理财周刊的专栏作家。我是一个拥有5年经验的专职交易者。我们提供券商投顾快速建制客制化交易软体，以提供各式量化数据的分析及研究报告。创业这4年来，我们遵守初心，誓言协助投资者夺回自己的交易主控权。本周我们将推出线上看盘式活动，一方面推广多维度看盘的观念，一方面展现齐天系统可以如何帮助投资者减少资讯落差。如果你想了解我是如何交易的，或想寻求交易灵感，或者是对衍生性商品之间的联动性有所兴趣，欢迎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。盘中我将视情况讲解我所观察到的现象，并说明在我的经验与策略库中，我将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。欢迎来到我的线上看盘室，我们不见不散。